Mindy， 夏天到了，我们可以干什么呢？可以去外面哦，可以玩。哦，河边呢？哦，好冰。那 Mindy 要游泳吗？不可以 ，Mindy 很高，也不能游泳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干什么呢？可以玩水，玩水，玩水。哦，那要骑脚踏车吗？要啊。那我们要去哪里玩呢？要去公园。哇，公园可以干什么？可以溜滑梯和荡秋千，和菲比和爹地和林阿姨和菲比。啊，那 Mindy 喜欢夏天吗？因为 Mindy 要去尿尿，妈妈。